往北景点啦，要是袂赶快照一照。啊，这个远远看谁知道是假的？那个相机，我这个边在录影的。好，我挡路了。
本上的分层哈，基本上我们就是从像我们参加农赛开始哈，像我们其实我们食品产业啊，产业在我们汉坑社区来说是我们最重要的。九月十月才有。
消，等我消有量要来晒的时候，太阳会上来。对，所以我们都半夜就开始消，对，我们半夜消。挑软的也是他，因为他只是当做那个王美让人家拍照而已。没有啦，他做了四个 solo。 他用什么龙眼木啊？这个不知道什么木，刚刚有讲吗？有介绍五四三啊。这间五四三木吗？有，你讲那件衣服就是，我说叫林志玲来穿，更有噱头。你们找一个美女来穿，可能更有吸引力。好，是，来进来哦，辛苦哎哈。好，好 OK。你妹啊，你打不了，你要开心。
对，可以再来的。新埔都，新埔都欢迎你们。他体验的时间要多thank you.
头，我帮你拍。OK。可是呢，鸡腿也是，好，鸡腿叫做白。
三角，它又叫做国庆花。这个吗？好的，实际就拆下来，我们来稍等。西盘角，这是西盘角，它两个字，翠花西盘角，对。然后它的花呢，都是在晚上的时候，这个白花，它是一个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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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花。然后我们要往回走，因为我们的水已经被我们拦起来了，我们都可以去洗衣服了。等一下再过来，现在在放水，刚刚没有水，没办法。啊，现在放进来的啊。对啊，雨大要放才有水啊。冰准啊，冰准啊，冰准啊！好，我来感受一下它的流速来哈。船来了，船来了！哇！可以看医生的地方，走路要40分钟，而且一定要把包包放好。
会产生对自然的崇拜的一种信仰，祈求小朋友都回走了，因为我们的水已经被我们担起来了，我们都可以去洗衣服了。